始是只能问几个字吗？没有没有，随便随便啊，你可以问一些私人。对，身家调查，私人问题，私人问题。你什么星座？真全全是对，全对，全对。他就会说巨蟹座吗？哦，对 ，OK OK。三个字吗？请问你还单身吗？你们看你们这两个这身高差最萌身高差怎样最萌身高差最萌啊呀抱歉我喜欢比我高的可是我可以踮起脚尖爱踮起脚尖爱没关系先不要阿乐来你站在他旁边看看哎，可以。其实好像蛮配的。可以，我觉得 OK 哎。你会介绍？有没有对吧？是。我喜欢比我矮的。你喜欢这个？这个？确定？这个你 OK 吗？好，我跟你。啊，我不行。哎，你不行。你连半箱都没有。不行。你连半箱都没有。你连做男模资格都没有，你还会想我倒贴钱？班上就有。这边打到了，打完了。打一个，打一个，拍一拍，要脱妆了，要脱妆了。打一个，打一个，救一个。有。啊，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你好用力。哎，你看猛。嘉惠，你要抢我。嘉惠，你要保护他。嘉惠，你不行。